了一点将军平民顶级阵容，雷神国家队输出手法，首先将军开启战技，接着唤醒秋踹一脚开大，游记里可以再踹一脚，然后换班尼特点赞接战技，随后迅速换萧凌开大丢锅巴，最后换将军战技接大招，然后一直普锅，中途可以穿插一些重击，将军大招结束进入下一次循环即可。你学废了吗？